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赖昌邦。接下来的三十分钟，我们将用镜头带您快来了解发生在你我周遭区里的大小事情。带薪学习可以促进祖孙两代的相互了解。新庄国小特别安排六年级即将毕业的小朋友到三民区冥想社区关怀站和长辈们同乐。小朋友带来纸卡叠叠乐的桌游，长辈们原本不太会玩，经过小朋友耐心的教导之后，长辈才觉得越玩越有趣。小心翼翼地把纸卡放上去，一层一层叠得好高，但是一个不小心重心不稳，纸卡就会整个垮下，得重新再来。陪着长辈玩桌游游戏的是新庄国小六年级的小朋友，因为快毕业了，老师特别安排带兼学习的课程，让小朋友和长辈们互动。有了小朋友的加入，长辈们也跟着活泼起来。慢慢摆起来，就是要教他们，然后慢慢仔细的讲，不然怕他们听不懂。就是在讲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做一些动作，然后让他们可以知道说要怎么干。就有时候一起聊天，聊他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发生的事。带薪学习是年轻人和老年人在各种情境场合中互动的过程，在小朋友指导和鼓动之下，长辈们动动手脑，控制手部的灵活度，把纸卡越叠越高，很有成就感。这群的孩子也即将毕业了，然后他们迈入国中的时候，其实都有志工服务。那我其实是希望说，他们学了很多的东西，尤其学了很多的桌游，可是他们其实要更学会去如何服务这个社会。三代同堂一起游戏，然后把孩子设计一个活动，然后加上我们的本身学的桌游一起来带出，那孩子他们也非常的愿意，他们也会觉得很开心。让我们社区这些长辈呢，有一个地方来走动、做健康、做活动。那现在目前就是一个星期啊，一个星期一次。冥想社区的年长者大约有19%，比例相当高。里长成立关怀站之后，引进各项资源。这一次由新庄国小带来心情有趣的桌游游戏，让长辈接触不一样的课程，一个上午过得充实又愉快。社区好新闻，林佳明、赖昌邦采访报道。眷村是台湾特有的文化，在大多数的眷村都被夷为平地，盖起高楼大厦的同时，左营区崇实里里长吴武雄和社区人士积极收集眷村里的小故事，像是老树庇荫老人家、防空洞藏黄金等等，希望拆迁之后的眷村能够保留一些景物供人回忆。请看今天的港都脸谱。崇实新村拆迁之后，让井字形的棋盘式巷弄更为明显，大树像卫兵一样站立在巷弄两旁。其中这一棵隐身在眷舍里的大榕树已经有百年岁数了，浓密的树荫看顾这户人家娶妻生子、开枝散叶，旺盛的生命力也庇佑屋里的老人家。这个两棵树，百年的树之外，另外值得提到的，这边一个住户啊，他有108岁，一个人瑞。当初陈菊中这个市长啊，都有来探望过他，前两三年呢才过世。在看到这一处空地的树荫下，草丛里有一个大型的防空洞，这里是许多眷村孩子的共同回忆，除了是探险的最佳场所之外，也是大人讲古的最佳题材。就是民国38年，从上海吴淞港运了很多的黄金跟大头、银元，都到左营港登陆。登陆以后，首先呢，因为船上不方便，就运到这两个防空洞里头。防空洞派专人来护的黄金跟银元，一直到中央这个制币厂啊，也就是中央银行，在台中，他把它迁走。另外，并入崇实里的自勉新村，在拆迁之后已经盖起一栋栋住宅大楼，只剩下介寿路和自勉路口的桥面和加盖后成了停车场的大水沟以及自勉公园，勉强算是自勉新村的历史遗迹。因为我们左营军港以前叫做万方港，它本身就是一个等于是说可以有一些货物的东西透过说这个南海大沟，因为以前船运还算是比较发达一点，然后它一直有通到我们左营的这个所谓的那种杯子头这个地方来，所以它当时是这样子一个功能。那后来当然是因为整个时代的一个变迁里面，慢慢的几乎都把这个沟都已经把它
盖起来了。一栋栋高楼大厦看似新颖美观，但是已经失去原味。地方人士希望等待标售开发的重实新村能够保留巷弄、老树和防空洞等，作为眷村的历史记忆。然后希望也市政府这边也能够来协助我们，让这个原来重实新村这个地方哦，能够有它真的是未来性。然后包括这里面留了很多一些，不管是树种也好，不管是属于一些在日据时代留下来这一些大小防空洞等等，希望都能够留下来，让这个地方真的还有眷村的一个意象。这样子，一块平坦方正的眷村空地，正是建商大肆开发的肥美用地。在怪手和挖土机忙碌的开挖之下，经济利益和文化资产能否和平共处，还需要双方更多的共识。社区好新闻林佳敏、赖昌邦采访报道。拒绝日本核灾区的食品进口，在各地遍地开花，推出公投联署。高雄市议员黄柏麟也在服务处设置联署站，鼓励民众站出来，为吃的安心以及下一代的健康做出严格的把关，甚至出动了宣传车，大街小巷呼吁市民响应公投。日本核灾区的食品到底要不要进口？各方意见不同。记者目前在三民区的阳明市场，透过记者的随机采访，看看民众怎么说。如果那是核灾的东西啊，吃了不知道会怎么样啊？上会敢保证啊？保障出问题谁要负责任呢？反对进口吧。为什么反对呢？因为要用台湾的东西啊，比较安全就对了。对啊，比较安全啊。大家都反对啊，反弹，连南部最支持他的都反弹，这就是一个警讯啊。反对反对还是反对，在市场的随机街头访问，几乎民众都表达反对日本核灾地区食品进口的政策。也正因为攸关自身甚至下一代健康安全的问题，上周六推出反核食公投联署，获得广泛回应。眼前这一叠公投联署书，就是这两天下来服务处联署的成果。市议员黄柏麟不仅在服务处设置联署站，还请宣传车大街小巷广播，呼吁民众响应公投。联署集团进口日本核灾食品。从上个礼拜六日到这个礼拜六日，整个高雄市大概有30场的联署。那么每一个菜市场反应都非常热烈，目前我们已经收大概超过10000笔的资讯。那以我个人服务处来讲，像昨天就自己来的大概就100个，所以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人热心的来参加这个联署的一个活动。访问的同时，两三位民众前来联署，强调公投反对核食进口是不分政党，而是为了要让自己吃得安心，下一代健康有保障。我们不要吃那个核灾的食品呐、是确保我们人生的身体健康，这样子。我们可以进口日本好的东西，但至于日本有被核灾这个污染的食品的话，这个要进来真的是对我们台湾的国人非常的不公平，我觉得这个是绝对要禁止的啦。大家来参与公投联署，让政府知道国民的意向。我一直觉得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主权在食品安全是不容许被打折扣，千万不要用啊我不买就好了，你怎么知道你买的里面没有含这些东西？所以政府应该就把它隔离掉，我觉得这是才是最好的上策。黄柏麟表示，唯有透过公投才能阻止政府开放核灾食品进口。至于人民的声音，其实已经很清楚，就看政府听不听得进去了。拒绝核灾食品，参与公投联署。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年底跨年快到了，高雄梦时代的跨年派对将第三年不释放烟火。今年首度以 3D 光雕投影秀为主打，投影在蓝鲸馆上，呈现一场海底总动员的深海派对。而节目方面，首次由 VJ 以及 DJ 互动式的演出之外，还独家邀请到创作天后陈绮贞压轴演出。3, 2, 1, 倒数声中，蓝鲸馆的外墙变身为巨幅立体屏幕，蓝鲸建筑化身为动画主角，带领大家参与一场欢庆跨年的深海派对。简组的外观好像鳍鱼，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想，应该用
Under the Sea 这个主题来去办 party 的。光雕秀近年来在世界各国热烈举办，由于两年前的高雄石化气爆发生后，光石在跨年活动就不以烟火方式进行跨年，首度使用 3D 光雕的技术，成为全台最环保、最璀璨的跨年活动。它不只是一个就是金钱的投资而已，啊，里面还有非常多的精神层面，非常多的文化的思考，还有很多符合我们当地景观。人文风采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一个融入。第三个年头由民间的企业来主办，市府行政合作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希望也那个高雄市也跟梦时代经过了九年的缘分，跨入了第十年，那是我们一个一直协助我们在地发展成长的一个民间企业。跨年派对的节目有表演嘉宾林心怡、陈燕宇、大只和小人、孙盛熙、台湾爽乐团等歌手动感演唱之外，还有 DJ 和 VJ 互动演出，主持人阿喜和 DJ Dennis 贯穿全场，最后独家邀请创作天后陈绮贞压轴演出。就高雄什么活动我都硬要来参加，然后没有人要我来我也要来啊。哦，这么爱我们就对了。对，然后也是第一次跟 Dennis 合作。Happy New Year， 耶、除了 3D 光雕投影秀之外，跨年派对还不时有彩带纸花的震撼演出。要看没有烟火的跨年活动，12月31号晚上7点到时代大道一起倒数迎接2017年。高雄爱山里梦时代跨年 Party，Let's go！ 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城市翻转，你我共同来努力。社区好新闻，让大家天天都有好心情。社区好新闻，关怀港都大小事，祝福每一天都有好心情。社区营造，你我一起来。社区好新闻，报道邻里大小事，让大家天天都有好心情。幸福高雄，乐在宜居。社区好新闻，报道里邻大小事，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请听在地关怀社区庆年港都推出社区好新闻，欢迎大家来收看。庆年港都生根在地，左邻右舍拢来看社区好新闻，赞！我是三民区安邦里里长黄坤山，在这里向你诚恳推荐社区的好新闻。没有谩骂，只有关怀；没有耸动，只有温馨。欢迎全家大小一块收看庆年港都社区好新闻，关心地方，热爱港都，社区好新闻，赞！我是苓雅区林隆里王文禄里长，要向观众朋友大力推荐社区好新闻这个节目，专门报道区里人情故事，看了好新闻，保证有好心情，赞！关心地方，热爱港都，社区好新闻，赞！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您对地狱的想象是什么呢？除了从电影或者书籍的认识之外，现在在博尔正在推出令人提心吊胆的下地狱特展，结合当代艺术、纸扎工艺、VR 虚拟实境、纪录片等多元呈现的方式，让民众如同身历其境般穿越恶鬼张牙的地狱门，一窥鬼谲奇幻的幽冥境狱。三个大字下地狱，你敢进去吗？推开恶鬼张牙的地狱门，面无血色的黑色少女，眼神透露着无比不安。穿越世间的地下世界就此展开，如想象一般漆黑冰冷的场景出现在眼前。为了吸引民众走进艺术，策展人集结各类国内外特色作品，颠覆传统，举办当代地狱特展。是因为其实我们觉得下地狱这个很好玩的点是，它的故事其实大家有听过木莲救母啊，或是就是但丁神曲，那它很多是有活人，然后进入到死亡的世界，那当然它是回来就流传的故事。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就是透过当代艺术，让艺术家跟观众讲不同的
地狱的面向，那可以体验到立体，实际上体验到所谓的下地狱。继续往下走，一只只纸扎小人代替作者承受难过记忆，透过陪伴记录永不消失。随着水声音乐来到中原普渡放水灯的场景，传统纸扎工艺精致细腻，令人惊叹折服。这些特殊的艺术品全来自传承120年手作工艺的新兴糊纸文化。以往我们在就是节庆的时候，它已经可能快速被火化。那除此之外，在这个展场，新兴糊纸文化还有做一个就是大士爷。那其实大士爷在整个中元节结束的时候会被火化，就象征带着就是小鬼们回到了地狱。那这展览参观经验来说，我们就可以跟随着大士爷脚步，就是到达地狱这样。除了各种人类通往世界另一扇门所需的身后物。为传达宠物弃养与流浪动物的不平之声，作者收集了一只只动物标本，期盼各界能重视生命，并落实宠物源头管理政策。这一件作品在我们展览呢，下地狱来说是回应到说什么是地狱呢？那是不是说对这些动物来说，人间才像地狱，而我们人类就像恶魔一样？如果你觉得刚刚看的那些还不够刺激，现在透过 VR 科技还能够带你去体验不同国家的地狱故事。一直以来，人类对于死后世界有着广大的猜疑与想象，也有人认为充满危险与欺骗的现实生活才是真正的地狱。不管您怎么想，欢迎您12月11日前一起来到博尔艺术特区欣赏当代地狱风景。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为了推广高雄在地的海味特产，海洋局邀请业者举办联合行销，在百货公司推出高雄海味品牌展售会，现场多达40项的海味商品以及好康优惠，除了渔产料理免费试吃之外，限量精选的高雄海味礼盒提供民众大采购。高雄海味正式开卖，光是开场表演就精彩无比，各式各样代表不同海味的吉祥物现场 PK， 除了比好吃，更比人气，谁最夯？高雄海味鲜美传开卖啦！欢迎全国的朋友。启动仪式后，宣布高雄海味进驻百货商场，多达40项精选海味商品，让人看了眼花缭乱。不论是新鲜的秋刀鱼、丝木鱼丸，或是香到不行的乌鱼子香肠，看了食指大动，很想大口吃下去。市政府海洋局为了把这么优质、新鲜的那个鱼产品推广给社会大众，那我们以前的通路，除了在那个便利商店还有卖场以外，我们第一次，把我们整个行销的活动，那进驻到百货的卖场，那希望透过不同的通路来提升我们整个鱼产品的知名度，那也让我们民众很容易的能够来选购一般的鱼产品。高雄市海洋局为了推广高雄海味品牌，特别跟各区渔会及业者异业合作，举办高雄海味鲜美传展售会，现场商品多达40项，包括各式冷冻鱼产品及水产干货等，让民众边看边吃边选购。都是我们在地的水产品，就是鱿鱼系列，对不对？我们高雄就是渔业重镇啊，只要鱿鱼就是我们高雄产量是全台湾最大量啊，所以那个冷冻船运营的时阵啊，一卖啊，咱在地加工啊，透过咱有咧外销迄个欧盟的这个厂商来啊，咧做一个休闲食品，麻辣切片。你本来就很喜欢这个高雄的海味吗？还不错，对，我本来很喜欢吃那种海产的东西呀。展期即日起到12月12号，不但每天都会推出品牌日限定优惠折扣，每天更有特选优质水产品免费尝鲜活动，让民众开心选购之余，也能尝遍高雄在地海味的鲜甜可口。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国内调酒界的重要赛事第21届金爵奖国际调酒大赛圆满落幕，和春科大南瓜大专花式调酒个人赛前三名以及团体赛的冠军。另外，今年新增加的创意茶酒组表现也同样的优异，拿下第二和第三名的好成绩。
手拿着武士刀，右手拿着调酒瓶，一开场不停地抛刀跟甩瓶，动作利落精准。和春科大餐饮管理系同学蔡红锦用武士作为调酒主题，获得今年金爵奖花式调酒个人组的冠军。就是上台前就会觉得说，我觉得我可以做到，然后就非常有自信，然后上去就，和春科大不仅拿下花式调酒个人组的冠军，难能可贵的是前七名都是由和春科大餐饮管理系的同学包办。就是看到其实只要是教练或老师给我们的栽培，其实得这个奖都值得，真的很值得。因为我们都是不爱读书的小朋友，我们是因为调酒才有这个梦想，然后我们就每天都是每天丢瓶子丢瓶子，其实里面最辛苦的不是受伤，不是流血，不是流，也不是流汗，最辛苦的是坚持。因为我们去年港都杯的时候一个决赛都没有进，那这一次呢，这次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确实，所以我们在比赛的前三个月我们就很认真的在不管是在配酒也好，或者是在配动作也好，都有去做一个规划。不仅花式调酒成绩大放异彩，今年新增的创意茶酒组成绩也相当耀眼，拿下二三名。同学要同时兼顾泡茶技巧及调酒手艺，不仅动作难度高，还得将茶跟酒的口味融为一体，更是考验学生的功夫。要把这个热饮跟冷饮呢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是需要时间去等待，然后等到让茶叶冷却之后才把它融合在一起。那茶叶冷却之后呢，又要保有它本来有的香味，所以呢，这是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那我想要让外国人知道我们台湾的文化，客家的文化，所以我特别用了擂茶结合了调酒，然后再使用东方茶艺，我用了铁观音。那我用热的铁观音冲入花生里面，那我想要让台湾的文化发展出去。大概晚上12点，经过他们调酒社的教室，都还看到同学们在练习。或者他们在聚集在讨论在研究说怎么样子来让他们的调酒的技艺可以更加的精进，所以这一切努力的过程我们都看在眼里。轻松地将调酒瓶玩弄在鼓掌之间，这些动作看似简单容易，但背后付出的心力恐怕只能点滴在心头。虽然去年比赛成绩不如预期，但经过一年的用心练习，和春科大调酒社同学不仅在今年金爵奖大赛当中打破纪录，而辛苦努力也终于获得丰硕的成果。和春调酒队上。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接下来一起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庆联港都农民历带您快来关心明天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的12月24号星期六，农历的11月26，适合起鸡、安门、出火、入宅，不适合开市、纳采、定盟、做灶。冲狗上南方，23岁和83岁的民众，请您要特别注意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
做馒头30多年，大家常问我累不累，我总说这点累不算什么，因为能把一颗颗扎实的馒头热乎乎的送到客人面前，再累都值得。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我的青春是用棒球写下的日记，当教练之后，我常告诉小球员们，一球入魂是我们唯一的信念。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和您一起用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